原标题：此人凭一己之力为中国抗战争取外援，不是德谢，却几乎撑起抗战半边天。作者胡博，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出版著作有《哀江》《国民党的一百位末代军长》《碧血千秋》《抗战阵亡将军录》《中缅印战区盟军将帅图志》。1938年5月3日，德国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正式下达了禁止对中国输送战争物资的命令，这使中国辛苦成立起来的调整师及德械师面临着武器补给断绝的尴尬境地。7月5日，在德国政府的不断催促下，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最后27人启程回国，正是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的正式结束。德械师一批苏械师的武装失去了德国的军事援助，不少人因此担心国民政府能不能依靠着原有的实力继续坚持抗战。幸运的是，国民政府对此已有准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两天后，中方派遣以陆军大学教育常良杰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出发，前往莫斯科争取军事援助。经过洽谈，苏方出于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由中国牵制日本为目的，终于同意施以援手，中断于十年的中苏军事合作再次成型。1938年赴苏争取军事援助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常良杰，经过中方的争取，苏联政府同意再援助飞机，包括飞行员、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之外，再以苏联装备武装起20个中国师，以此替代原本装备日益枯竭的德械师，使这些部队成为抗日战场上新生攻击力量。对于购买所需的经费和曾经支付德方的方式相同，用锡、铅、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以及茶叶、生丝、羊毛、牛羊皮等来抵偿债务，中苏双方各取所需，对此结果都十分满意。然而在如何装备这20个苏械师的问题上，中苏双方产生了分歧。中方认为应该扩编野战师，原有的调整师编制，尤其是各师都需配备一个足额的炮兵团，用来抗衡日军野战师团。而苏方认为中方的这个设想并不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他们主张这20个师的装备应以苏联的轻装师为标准，使这些部队能在对日作战时发挥出足够的机动性。中方经过讨论，谢绝了苏方愿意提供的步枪的提议。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秉承国府的意见，决定由中方自主步枪装备，将原计划购买步枪的经费改用到其他装备上。经过讨价还价，中苏双方各退一步，于1937年12月21日正式确定了20个苏械师的配备标准。具体情况如下：每师装备76毫米野炮8门，总计160门副炮弹16万发，37毫米战防炮4门，总计80门副炮弹12万发，重机枪15挺，总计300挺，轻机枪30挺，总计600挺，提供轻重机枪子弹1000万发。以上这些装备构成了苏械师的配备标准。从账面上看，苏械师将拥有德械师都不具备的炮兵团，这使同时期在抗日战场上的法械师都黯然失色。苏方当时并不知道，对于怎么装备苏械师，国民政府其实另有打算。手持莫吉纳杆步枪站岗的国军士兵，在1938年3月3日、11日和22日这三天，中苏双方接连签订了3笔军火贸易合同。在这3笔合同中，第一批和第三批主要提供的是飞机、车辆、坦克、高射炮、战防炮及其他相关军用仪器，计划用于装备苏械师的订单
主要集中在第二笔合同中，既有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100挺 DP-27 杰格加勒夫轻机枪、300挺 PM-1910 马克沁重机枪、160门76毫米野炮、80门 M1930 型37毫米反坦克炮，并附有机枪子弹1000万发、野炮炮弹16万发、战防炮炮弹12万发、步枪子弹1000万发。前三批装备于1938年3月到6月间经由新疆陆续抵达兰州，然而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将这些争取到的火炮分散到各个苏械师去使用。首先，第一批运抵兰州的50门 M1932 型45毫米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4团，第二批的80门 M1930 型37毫米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2团和炮兵第53团，至于160门76毫米野炮则陆续补充到炮兵第2团、炮兵第7团、炮兵第15团、炮兵第2营团和若干炮兵独立营中。这些火炮还没同苏械师见面，就永远的离开了他们。对于剩下的轻武器，国民政府也不急于立即着手装备出20个师。军政部首先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队，番号定为第二代师。这个师是第一支获得苏械的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装备了第一批订单中的 T-26 坦克。炮兵第52团也奉命配属该师。第一支超越原定中苏协商方案的苏械师诞生了，这也是我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师。1938年7月3日，中苏两国进一步签订了第四笔合同，这笔合同是经过中方争取，苏方同意新增的武器装备，其中用于装备苏械师的有1500挺 DP-27 杰格加勒夫轻机枪、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00门 M1930 型37毫米战防炮，以及机枪子弹2000万发。国民党军队装备的苏制 M1910 马克沁重机枪。与此同时，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军政部开始筹组突击军，并选定第四师、第89师和第200师为该军的正式编制，由时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的汤恩伯将军负责指挥。由于第200师已经完成了苏械的装备，所以这次变动只是第四师和第89师两个部队里的轻重机枪换用了苏械。三个月后，由第200师抽调干部成立的新编第22师也装备上了苏式轻重机枪。上述三个师还装备上了第四笔订单中的37毫米战防炮，使这些部队在缺编76毫米野炮的情况下成为第二、第三、第四个苏械师。然而突击军并未编组完成，所属三个师级因任务有变而各往一方。截止到1938年10月为止，苏方虽然提供了20个苏械师的装备，并增补了第四笔额外的2000挺轻机枪，但实际武装起来的苏械师却只有4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